快，主人又要煮饭啦！你要煮什么？今天来煮个意大利面，鸡肉意大利面。对，那口味的话呢，就是 freestyle。对，我忘了。就是用自己想加什么就加什么东西。有时候再先切蒜头。阿美现在在冰箱旁边，很容易开冰箱。开冰箱菜是你的兴趣，是不是？好，现在先来备料。所以准备材料有什么？蒜头啊，洋葱、青椒，对，甜椒，然后鸡肉，就这样。然后还有意大利面，很简单。今天又是做那种很简单的料理，这样。怎么了？好久没拿这种小刀子了，我通常都拿那个大刀，有没有？有点不习惯。阿美才是大吃怪，我有大吃怪，但这没有他可以吃到。你要加辣的。对啊。再来一个。其实我觉得意大利面是很特别，就是这样看好像还好，就一直想要多加一点。但其实它煮起来的时候其实蛮多的，好这样子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加一点盐，加点盐下去，让那个面啊本身啊就会有一点味道这样子。好，我们计时。8分钟，好，这边计时，然后这边继续备料。青椒切完再处理这个鸡肉，这是青胸肉哈、嗯，其实还好，鸡肉就没有一定对，就切块，那、啊、不要这样，不要也不要太大块，不然的话，等下在炒的时候有没有那个肉不好熟，虽然鸡肉很容易熟。好啦，三弄好了，来热锅哦，把我的蒜头丢下去，爆一下香。好，很快的，我的鸡肉就来了。刚好可以加一点盐，
点点的红椒。来，差不多的话，我是下午的洋葱了。椒，呀，融合起来。大家很漂亮。这时候才来调，真正调我们的味。盐巴、咖喱粉，咖喱粉，咖喱粉，我咖喱粉太久没用了。喂，等一下啊、哦，赶快来拯救它。好、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对，这个咖喱粉它是香味，它其实味道没有很重。下去香味、哦、香味很重，对，不要浪费它，再来一点，好、哦，差不多，七味粉，好吧，胡椒，还有胡椒的。因为刚刚黑胡椒只有一点点撒在鸡肉上面而已，其实用完之后像是一道菜，感觉好像是。对，把它烧一下哈。好，好，来。准备下面，哇哇哇！这种有点重，两只手。想先加一点，我的规则不一样，刀口辣椒，来一次高汤，没有高汤的话啦，其实用水也可以啦。对，但有高汤就用高汤啦，对不对？谁叫我岳母那么喜欢来我们家里煮饭？牛奶，牛奶加一点牛奶，好特别。今天咱们家煮的东西就是 freestyle。有点奶香奶香的这样子的，然后呢又很漂亮，对，好，这是什么你知道吗？ Cheese，
我这是就是我们的切达起司，我把它就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。今天就是做的料理就是减肥的敌人。好了。还有。啊，我再等一下，我先把它，因为那个起司先把它盖起来。落网之鱼，他们想要去度假嘛？对，它就会有那种就是稠稠的这样子，然后可以一起烧。还要加？哇，这么我就说今天是减肥的第一天。好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再多的话，我今天不管做多少运动都不行。啊，小心哦。我们开始有这种稠稠勾勾的，有没有？来，完成了，你们看，是不是我？减肥的敌人，减肥的敌人，真好超重。今天就是 freestyle， 对 ，OK。